男人就唯有俾心機揾錢啦，因為始終你屋企嘅使費一定係大嘅啦，你屋企小朋友各樣嘢嘅使費一定係大。咁通常即係我見阿毛都係咁樣嘅，阿毛都係即係所有錢嘅開支、小朋友嘅開支，佢自己可能就每個月攞翻啲零用咁樣使啊。我覺得可能香港大部分嘅男人，尤其是如果生個小朋友咧，都係咁樣啦。講真，如果真係結咗婚之後，我都唔想佢太辛苦㗎。除非佢唔介意啦。如果唔係，我覺得我唔係好想佢太辛苦咁拍劇咯。同埋，即係我哋都有個 planning 係想要小朋友，佢都係要開始養好個身體啦，唔好太粗魯咯。49岁嘅视帝马国明即将会喺今年内正式迎娶女友汤乐文，佢哋喺年初已经宣布订婚。不过由于马明正忙于为新剧《News 新闻女王》拍摄，所以婚礼就交咗俾靓汤筹备。近日马明接受专访嗰阵坦言，婚后同靓汤实行男主外女主内，佢继续努力拍剧揾钱，而靓汤就负责照顾家庭。再加上马明出年就奔五啦，所以佢哋婚后亦都会火速开展做人大计。而靓汤目前已经开始调养身体做准备，希望佢哋早生贵子。